我从第一届好像就参加这个活动，可以说是一直和青春中国是也算老朋友了，是吧？看着青春中国在成长，像小孩子一样，十多年了，我觉得青春中国办的挺有特色，这些孩子们很有朝气。虽然我们都是老人了，但是看到这些孩子非常高兴，希望他们将来都是接班人。这些孩子都很有艺术天赋，在各个领域，比如说唱歌啊、跳舞啊、什么外语啊、器乐当中，都很有天赋。希望他们将来长大能够成为艺术家。我们有接班人吧，因为我们年纪都大了，希望有更多的接班人成长，快快成长。也在这里也祝愿青春中国能培养出、选拔出、发现更多的孩子们当中的人才，培养他们，让他们长大成才。青春中国，永葆青春。